我也觉得鱼很可怜呐、啊，所以我不想，我才会留钱给你们。那这样子，哎、欸，你炸完两次啊？哦哦，那你要等到600秒啊？对，嗯，我去挖矿就好，不破坏。然后挖矿的钱是我们的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来。哇哦，居然吗？等一下，我先记好现在钱多少。好，191。他现在是那个吧，奴隶吧，被我们抓去做工。阿纪，你是免死 一直死的免洗兵，还是你一直死？还是在帮忙帐帐篷？阿纪，你是免洗兵还不是啊？他算是，他是换、啊、换免洗兵。哦，好吧，因为我有付好一套，我想说给在外面打的，还是杰克你要啊？先给你。好好好，给杰克好了。好好，等下再过来跟我拿，我快付完了。豪华婚宴，哇哦！我要去扎帐篷。这样，我要炸附魔台，我来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有留钱给你们去买书柜，我要炸书柜。不要，哎、欸、我。那我买书柜给你，你放我炸。你放我炸。就是想炸是吗？是想炸而已。有那个快感，那你先把书柜留下来。那我可以炸你钱，好奇怪、哦。有啊，你那钱我没、欸，钱都没了哎、欸。我又不是国王，炸我干嘛？就是因为你不是我才能炸、啊，为什么？那雨月，我们再来玩一次。啊哦，为什么被炸、啊？是有人在下面炸吧？没有，我只想玩、啊，我只想玩雨月。这个也太不痛了吧？这个这很不痛啊！那时候想偷偷炸你，就发现没有用。哦，你说之前？之前啊，很早之前改版的时候，嗨、嗯，曾经的同事，曾经爱新来的同事。我是新来的，我要离职，不是刚刚，我刚刚也是外送员啦。我要离职，我要离职，我要离职。哎、欸，有需要帮忙一下啊？算了，反正分数差不多的。嗯，杰克，哎，来领装。好，只是我就我也接近不了他们。哦，居然吗？我觉得啦，觉得真的很难啊，刚刚被打成这样子。嗯，不，二零。哎、欸，世界最高是多高、啊？你要乱叠了，要叠又要来了吗？你又要叠了吗？一大堆箱子，好像是100，好像，没有没有更高，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确定，不然我帮你试好不好？我帮你试，好。哎、欸，我记得上次雨月死掉之后，我有去算，我有去站过去算过、欸，200。我去，我也记得是200多、欸，哎，268，没有，我记得有被。改吧，要到那么高吧？二五不就不能放方块了吗？没有，就好像超过100。本金矿物都没有，后来有改，后来有改。哦，你看那里，看那里，看那里，你们看到发光的人，你看到人啦！哎、欸，对方很过分哎、欸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有人去二楼了，甲又没了啦。本金去二楼了，胸甲又没了，哦，烦死了。本金哦，外面哦，外面哦。走开啊！冲啥喂？想炸、啊，想炸、啊！哪里啊？留一下好了。哎、哦，烦、欸、呢！哼，刚杀我。屁西狼。洋洋，等一下，洋洋，我空投一个弓给你，帮我留一下。楼梯。哦、好。帮你。我死了，真的是。不要再讲 CP 值有够低耶、欸。我要去算高度了。那我放在保险箱里哦。啊。不要吧，会怎样？哦哦哦！现在在，这点还在啊？你要相信人家。我不会拿你们东西啦。你要相信人家，他是粉心。嗯，他是粉心。对啊，我还是有良心好吗？是我叫粉心。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粉心。我不知道，只是我真的觉得当间谍真的很两难。会觉得太当的太鸡巴会很那个。可是这样又两边都不是了，哈哈，你贵死。150，你死了，好低哦，150你就死了，所以你要叠在149，对不对？你又懂14，我没有，我刚跳在149，你知道149、148就好。嗯，烦哦，你走开了。我的，我的34宝贝来，
被清了吗？算是等怎么？他们又在清啊！哦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哦，他们钱那么多啊，钱超多哎、欸！这边这边，我好难过、哦，我好，我要附魔的是。哦，还放技能，小坏坏，小技耶，还吃还吃，哎哎哎哎。啊、哦，好痛！我要死了！接力，接力，接力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！我死，我死，我死！我先，我先，我先，我先！怎么？你的回合有一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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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这个笑声，等下刚刚都哈基洗澡啊，好好好，我洗澡了，洗澡了，好，你洗澡就好，快带手烧掉，哈哈，啊，居然是烧掉吗？哇哦哦，他马上用沙，他马上手榴弹，哇哦，心酸哦，他断剑就普通的啊，这衣服超烂的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可以投票了，请投。白星再见，再见，白星哥哥，我们再见，我们待会见。我们我觉得是哈记啦，不然你们怎么想？来来来，投我，投我，投我！怎么？我是间谍？八八八！怎么我竟然是三步？白星，有人在涨？怎么又是我？你回来了，拜拜！欢迎回来，大赚特赚，乖哦，大赚特赚。我是没有拿东西啊，因为他已经很可怜的啦、欸。我的东西，真的。那你们有怪杰克吗？啊？怪杰克怎么不晚一天再回来？没有哎、欸，他就说他已经觉得他已经都破功了，然后就直接不演了。其实我们都没怀疑他，好，没有人在怀疑他。我觉得有一点可疑，但是也很难说。这还好啊，他有还有在邀功吗？点名啊，他是没有特地在邀功。啊，我们这边是直接都由国王决定啊。我们也是。我点了一些。我们魔女的点名失败的。哎、欸，讲一下、喔，云月又要去高处了。有看到超高的那个。对，然后刚、哦、我看到了，听一下。是150会死，所以你可以180的时149的时候打他。团团，团团很想吃经验值归零，好可怜哦，要哭了啦。为什么对，要附魔，总共30等，这一第三天好像30等三次了吧，都被你们清掉了。好惨，一直归零。哎、欸，那我等一下也要去玩，看他会不会归零。那你晚一点，等你等，你再等一下。没有，我再等一下。喂，哎呦，我刚好挡到，上啊，粉鸡。喂，想去打他们的团团。喂，好了，我这个地方挂完。在不在？不要跑！我来了，变态的发言哦！不要逃跑！不要跑！你逃不开！还被烧，还被烧死！哎，给我武器！没有！哇，他装备很好，保四的。哈基，我掉去。好像是你身上的吧？不知道，因为刚刚哈基是有说要拿去烧掉了。去烧掉。哦，对，裤子，哦，裤子好像是我的，可是因为我刚没有剑呢、啊，卡，嗯，没有附魔剑，叠上啊，叠上啊，小雨，好，是啊，哎呦，想去找他们的影院，我找密码找了一整场，他要找到影院，跑到中间啊，反正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我被人把你打现行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就是要先隐身过来，看看你是什么书柜，我就假装说我要去扎书柜。嗯，哎，那你然后就发现你们已经没你们没书柜了，我就拍你一下，然后东西丢给你。哎呀，怎么？
然后想说你还一直挥，想说怎么了？欸、我刚刚真的是超气的，我已经说好那个音乐来，我要炸你了。就本机跑来开那个咆哮什么的，把我打死了。我有看到，我就想说，嗯，这个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你在前说，我就说满满应该是剑田，然后本机忘了，没有打我。我跺脚跺到楼下的人在骂我、啊，反应整个噗噗噗噗噗的跺脚，对，不要打我！哎呦！杰克隐身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连自己队友都炸、欸，这么凶狠，真的踢到跺脚。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还有人进来，我去找找看云月。我要换炸弹。你不是要先去赌博吗？我赌完了。他发现他的新乐趣了。空岛始祖。头上。他新乐趣。你那盖空巢到我们家啊？他盖到超高，然后往我们家过来。那你在干嘛？也太高了。他从他们家那边一路往天顶。对啊。爱的结晶。哇。哎呦，又是杰克！你们很花呢，他一直狂杰。怎样？你想要没有？是不是？我一直单身，也游戏就是一次都没结过婚。在这么高的地方好狗、欸，狂炸猛炸！看这里一四五，好，我们成本爆了，我们成本爆了。所以一四五还可以跳起来吗？一四九，一四九，啊，没关系，还是还是。他在狂炸，团团都没受到他。快一点，我也可以炸。我还对他丢炸弹，结果飞过头。哇，音乐！团团冲进来了。音乐不要走，太危险。不要走，团团。音乐有没有炸到你？有了，中了。哎呦，该中了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这臂力是不够了啦！我炸他前面。哎，我看看这时候用瞬移可不可以？哎，把他杀，哦，没事。我把杀了。你们是不是有人？杰克，拜拜。对对对，我下去。我在更高。我们在空岛对决啊！真的感觉像是到边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还没。还没吗？还没。嗯。哇，他这个不好弄哦。可是他好像没有攻。嗯，杰克都空中了、嗯，他没有。可以。改个侧边。云月，你在哪？露出你的头来。嗯。我看不到你。在哪里啊？你买个发光。还是他顺走了？我没看到人。他在下面，他好像顺走了。什么？我那么辛苦上来？是不是在我们家二楼啊？那个。对，我们家二楼，我们家二楼，摔下来了，死掉了。我们家二楼是叉机吧？没有，二楼还有一个。叉机啊，叉机。好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在下面坐。二楼是不是好？没有，他跳下来了，他是。他无敌，他无敌。飘一下就。大，轻点，差一点。没掉。啊！杰克来了，杰克来了，一样位置。好，你们可以站出来，我们比较好攻建资源。嗯，他走去二楼了，他上去了，他上楼了，上楼。他上了吗？哎呦！你要站出来比较好攻建资源。他要跑出去了。哎呦，射他！呀，他出城门了。哎，我被射下来啦！你被射下来了！哇，这什么阵？你下来怎么有特效啊？对，不然都有下来的特效啊，没事。英雄路，英雄着陆哎，落地特效哎、欸，超帅的哦、喔。我刚刚就要再炸你，没炸。是啊。哎呦，赶快出来，我才好色，我才好色。我身上已经三个盾牌哎、欸。傻眼。可以拿两只手拿盾牌飞。都死了。那个后面有人在上面射，在门口出来。那你的宝石嘞？哎、欸，你们不捡要被杰克捡走，要被杰克捡走！我在门口，在门口，被捡走了，杰克捡走了，杰克捡走了。杰克，那个右边的，右边。还有哈基的资源，有点难。没事，不到。我看可以顺过去他们家。我已经顺过来了，我先顺过来了。是。啊，杰克顺过去了，他顺过去了。
在他们家那边，他们家门口。我看到狮子，漂亮漂亮，被哈基捡走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是他们人？被哈基捡走了，哈基要回去了。哈基，射中，我射死了，射死了，射死了。哈基又要捡走了，哈基又走进去了。不行啊，外面人太多了，你只能变成他们的人了。快点，我们力量冲过去。他去楼上了，他去楼上了。我们力量。哇，他丢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样有力量。好，这样就不用怕，我们现在有力量。啊，冲啊！我要力量四，冲，30秒。冲啊！冲！打架了，各位。看看他们的那个在哪里？他们的哪个？大两个，看他们光。他们国王是藏在底下。啊！底下那不知道是谁。哎，哈基斯，找光。乔宇、啊，你原地丢一颗炸弹，把自己杀了。好，我去买炸弹了。哇、哦，这里太多人了。无敌也用掉了。那你把我收进保险箱里面。好。我去买一下。哇，没了，结束了。来不及了。来不及跑过去。最后很刺激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身上会有发财树苗啦？噔噔噔噔噔。中间下面的。走吧，上去。多久？死了！啊，死！哇，死！反太溜啦！噔噔，又丢丢丢。杰克，你要拼第三天呢、啊？杰、欸、克，他们说他们没怀疑过你耶。我没有人怀疑，就觉得有可疑，可是不敢确定、啊。但我觉得还是保守一点。